我进，我进，我进，我进。白雪，快给妈妈开门啊！我们不能给你开门。白雪，快给爸爸开门，爸爸给你们买了公主裙。公主裙，要不我们把门打开吧？不行，不能开门。红色白雪，紫色白雪，蓝色白雪，绿色白雪，快给我开门，我要检查你们的作业。不开，我们不开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们不出来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还好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老师进来。对呀，他们都是暗黑情人假扮的。白雪姐姐，快让我进去吧，外面好多黑暗情人，我好害怕啊。是长发妹妹，我们快让她进来吧。嘿嘿，谁也不许告诉白雪，我是黑暗情人假扮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门外的长发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就发送一一告诉我们吧。有了，我们可以来对暗号，这样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发了。天王盖地虎，小鸡炖蘑菇，啊，是真的长发，他答对了，我们快让他进来。黑影攻击，啊，你快放开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暗号的？哈哈，想不到吧？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。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对呀，我们快去把红色白雪救回来吧。可是黑暗星人太厉害了。白雪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快给我开门！不行，不能给他开门，说不定他也是黑暗星人变的。对呀，既然这样，你怎么证明自己是小女巫？紫色白雪，你一年没洗过澡。蓝色白雪，你喜欢喝臭袜子味奶茶。绿色白雪，你喜欢榴莲味臭豆腐。这是真的小女巫，我们快让她进来吧。小女巫，外面怎么这么多黑暗星人啊？绿色白雪，蓝色白雪，紫色白雪，你们不要担心，精灵仙子已经来帮助我们了，黑暗星人马上就会被我们打败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黑暗星人特别狡猾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千万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好的。啊，精灵仙子不是说让我在这里等她吗？怎么没人？黑暗魔法。黑暗星人竟然是你。哈哈，这下童话王国就是我们黑暗星人的了。别，不可能的，白雪他们一定不会相信你的。白雪，快开门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快给小女巫开门吧。不可以，我怎么感觉小女巫的声音不太对？不会吧，那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们应该给小女巫打开门吗？觉得应该打开的就发送22，觉得不应该打开的就发送333告诉我们吧。都不许给我发送22。